接着回来，咱国内香港网络媒体创办人那个嫌强牧师的强家伟，昨昏透早伫咧台北市中山区煞去互拄着伤，因为伊之前捌因为反送中的案件互逮捕，法院裁定罪名无成立。然后即个事件敢是甲政治因素有关系，警方嘛唔敢怀疑。目前已经锁定动手涉嫌诈欺的通缉犯，被赶紧抓到来厘清案情。好痛，真痛苦，一直喊疼。伫急诊室抢救的这香港十波人，强家伟十七号早伫台北市中山区，被人拄上脚脚片，经过紧急救治，无生命危险。警方调查，伊透早坐客轮车伫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落车，疑似因为工会无拄好，好多伫酒店消费结束的十波人拄上倒伫涂骹。大概四点多，我们接到通报，那林森北路大概在409号前面，疑似有打架。所以我们同仁到场之后，初步发现江姓的伤者，那因为他身上有也有带有酒味，所以我们就把他送马偕医院去做一个诊治。姜家辉在香港创建网络媒体，自从2019年常常在反送中示威现场直播。2021年六四事件32周年，两摆在东台湾聚会现场直播，被警方逮捕。法院最后裁定罪名无成立，不过后来因为被指控攻击警察，被煽动性的刺激感。做完了后来台湾大言语或者是碰撞的纠纷，导致后面有一个动手的状况。那目前没有生命危险，那我们也带回一名关系人在厘清。那目前已经锁定一名犯嫌了。考虑姜家辉不涉及反送中运动，是不是牵涉政治因素？警方唔敢怀疑，已经锁定动手涉嫌的诈欺通缉犯，佮通知迄时阵在场的涉嫌嫌犯的朋友交还协助调查，希望赶紧抓到人，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